困扰所有美食 UP 主的一个终极问题。本地美食超级是很假，我吃招待小味儿出现，满汉全席系列是不够了吗？全聚德专门坑外地人的店。其实我身负很多种绝症，节哀吧，共同节哀吧。各位喝了没？大家好，我是老白啊。今天呢，别开生面，咱们把今年一年在我们后台啊、小卖部啊积累的一些问题，给大家统一做一期读评论。先喝一口，骗您啊。第一个问题，开老店复探系列是不是因为北京没素材了？我这问题提得很尖锐啊。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在短视频圈困扰所有美食 UP 主的一个终极问题，实在佩服，实在佩服。实话实说，我确实遇到这个问题了。复探呢，也是一半不得已，一半这个就借题发挥呗，是吧？如果您知道老北京还有什么应该去探的店，您想看的店，喜欢的店，觉得要介绍给大家的店，麻烦您告诉我，我去请您吃都没问题。这第二个问题，老白脸色发黑啊，没有血色，是不是身体出什么毛病了？这个问题呢，有点涉及个人隐私啊。这因为我本来就黑，你说这么黑还看得见血色吗？是吧？是不是身体出什么毛病了？对嘛，我就说这个工伤啊，像我这样基本都长在脸上。其实我身负很多种绝症，小气、鼻炎、不宁腿综合症，这都没法治，都绝症的都我都有。好奇一个问题。店里老白的脖子收货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一个空的快递盒？因为老白没有脖子。如果这条逻辑成立的话，那我也奉劝各位不要在网上买老婆饼。下一个问题，北京小吃是不是有点穷讲究？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挺想答的。过去啊，确实是穷讲究。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确实穷，而且还想讲究，所以是穷讲究。现在都有钱了，现在应该叫富家。下一个问题，上回带瑞哥吃自助，什么时候带小花出镜？其实我问过小花了，说给我出一些。小花有点嫌弃我现在个颜值啊，就是他说跟我一起录节目他跌份，你知道吧？这大家知道跌份什么意思吧？谁让你造谣？不过没关系，如果咱这期节目点赞超过15000，我就会去动员他。下一个问题，满汉全席系列是不更了吗？更，一边攒钱一边准备更。老白，我很想知道你的衣服是哪买的，平常买衣服有没有困扰？我和你体型相差不大。哎，这个节哀吧，共同节哀吧。我也好吃，买衣服特难。你看我的衣服啊，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些店里去买的。这么好的一个展示广告的一个机会是吧？这是吃过前面小卖部居然没有卖衣服的，少挣多少钱？哎，下一个问题，老白，你到底有没有脖子呀？来，自个儿看。我这属于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野那个形状，是不是？下一个问题，全聚德是不是专门坑外地人的店？其实他不光坑外地人，他也坑北京人。毕竟你进店的时候，他也不查你身份证嘛，是吧？人家那还是有点好东西的，就是很多菜做的也不错。这要那种鸭子卖10块钱一只，那这队还不得排南京去？下一个问题，可能看了我这节目说啊，这家店都吹一下吗？啊，以前有人说抵制我，下班前我还半信半疑。好几个问题啊。首先，我给您提过一个小贴士啊，假如您去吃饭又怕被坑，怕他们服务不好，拿个摄像机什么的去，保证他们就是对您一团和气。是好吃重要还是服务重要？这个事儿呢，比如您去一家店，服务特别差，但东西好吃。外地有很多很多这种店啊，咱就不具体的名字了，是吧？那些冲那个东西才去，或者大不了你家服务差，以后我不来了，我叫外卖呗，对吧？它是一个皮质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最后是这个烂恰我这个烂饭的问题啊，这个我必须得澄清一下啊。首先我做节目，他一家店是不收费的。如果收费，比如咱们大概前2-3年了吧，做的那个什么踢馆系列，如果收了钱，我一定告诉您这家我是收了钱的。而且收了钱不好吃，我也说不好吃。假如您确实能找到这样的我黑了心的证据啊，这样举证成功当天，我裸奔绕着公司跑5圈，现场直播。好不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去探的当天，哎，老板亲自在经营，雇员也发了奖金，然后朝气蓬勃的。但是您去的时候，可能2-3年之后，没准换老板了，或者服务员当天有什么，谁还没个不高兴啊，是吧？遇上了这个东西，我只能对当天我去的状态负责，并且我主要的注意力就在吃上。对，至于什么服不服务啊，我觉得每人都喜怒哀乐，你对我不好，只要别太过分，我还是能接受的。所以我关注其他点就稍微少一点。大家既然提出来了嘛，以后尽量多关注关注，好吧？
下一个问题，老白，买了你家的产品会不会没有脖子呀？这么说吧，据这个 NASA 和前门联合电影界第三富士电联合研究表明，目前还没有实质性证据证明食用并且长期食用本店食品会产生一系列什么不良的后果，所以请大家继续义无反顾的疯狂的购买，谢谢。下一个问题，老白，我喝酒，青龙酱各推荐哪个？给我推荐一个呗。清香型的酒，我就一般的口粮酒啊，163，因为比较便宜，我喝得起，味道比较干净。浓香的呢，咱们以前也推过好多。最近我有一个口粮酒新发现的啊，叫高粱熟了，喝着也还不错，味道比较饱满。酱香的目前啊，还是在喝合欢，但是都是我的口粮酒啊，可以推荐给您，仅供您参考。但你为什么要喝三种口味的？最后一个问题，麻烦和老白说一下，这辈子没能娶她，很遗憾。只能啃啃他蒜香味的脖子了。我想说，下辈子如果我们都20岁，你未娶我未嫁，那我们两个就是两个爱吃蒜肠的单身狗。下一期我们想了一个特别好的形式，大家注意来看啊，咱们下期见。